家好，我是白痴，我是布丁，然后今天要来玩这个 IB 恐怖美术馆，然后要玩的结局是再会的约定，然后就差不多这样，废话就不要多说了。在一个被灰色天空所笼罩的午后 ，IB 独坐一步，和他的父母一起前往美术馆。没有忘记带什么东西吧 ，IB？ 对了，有带着手帕吗？就是在生日时送你的那条，要好好放在口袋里哦，千万别弄丢了。一个九岁小孩带手帕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艾比是第一次来美术馆吧？今天来参加格鲁特纳这个人的展览，英文就不要念了吧，太难了。除了绘画以外，好像也有雕刻等等许多有趣的作品，所以我想艾比一定会也能逛得很开心的。去柜台买票吧，说的也是，也拿本导览手册吧。想要先进去参观，这次的 IB 哪里没办法呢？知道吗？在美术馆内要保持安静哦。不过是你的话，我应该不用担心吧？不可以给其他人添麻烦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的回合不可以擅自离开，我好想出去哦。喂 ，IB， 不可以进去那边，再来。不得过去那边哦 ，IB， 还是爸爸比较温柔。啊，走下面看一下。生产之问号，为了问号问号这个不允许人类涉足的世界，我在画布中问号问号这个世界，有些字太难了，看不懂。精神的问号问号问号，外表虽然十分美丽，闭嘴。什么？好啦好啦，你念呢？我不念了，那就算了。我给你看一下，屁孩。我想要捡那个掉下来的东西，我想应该不行。咦，为什么都掉下来了？有什么关系嘛？小气，会被骂什么吗？真无聊。好，这些作品就看一遍吧，我懒得再念了。爸爸妈妈，艾比想去厕所的话，不要忍耐哦。来 ，B， 你看这幅画很厉害，对吧？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巨幅的画作吧？欢迎来到，你讲出重点了。欢迎来到格鲁特纳的世界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问号问号。本馆目前正在问号问号，不会念。请尽情欣赏格鲁特纳生前所绘制奇幻又优美的画作。嘿嘿嘿，爸爸妈妈不在。哎呀，小妹妹，不可能一走进这里哦。直接来触发吧，触发剧情。问号问号的世界，有些字太难看不懂。哎 ，BGM 没有了。哦，人都不见了，消失。有脚步声呢，给你看一个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往这个看过就被吓到，有人经过。上面留着不知是谁用手拍过的痕迹。从画框里面流出了蓝色的液体，快过来吧 ，IB， 到楼下来吧 ，IB， 告诉你一个秘密的好地方。好地方，好地方，然后就要来见鬼了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样就好。哎呦，蓝色附近，快过来。
朵玫瑰问号问号之时，你也将问号问号而终。有些字太难了，看不懂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赶快跑！还给我，不还给你，这是我的。是说要到底要还什么？我很好奇。好了，来存档。应该是玫瑰吧？哦，存好多，全部都覆盖掉。还玫瑰干嘛？给他了就死了。我是蚂蚁，我最喜欢画，我的画好帅。虽然想看看我的画，但是它放在有点远的地方。注意边边。好，这幅画是不是可以从墙上拿下来？不要跑哦！啊，这是我的画，果然很帅，真陶醉。这人自恋吗？序章，第一章，第二章，第三，最终章。哎呀，无个性，尾声。哦，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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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死！哎，他还走得真慢。哎呦，笨蛋！哦，什么东西碎掉了？一定是他摔下去了。蚂蚁，我的画怎么了？破了，毁了，烧了。绿色的钥匙，玩捉迷藏吗？不会影响结局。哎，好简单，送你找到我的奖品。哎呦，到一把鱼的钥匙，先录。擦戏呀！当你忘记的时候，注意边边。仔细看上面写的小小数字九。老实说，我知道密码哎。我觉得你好像很紧张。没有。骗子们的房间。我在想说，你干嘛不去打密码？白色衣服的人说的话是真的。面对石像，向东两步，再向南两步，那你就解了。跟你们说，其实布丁我啊，还分不清楚东南西北。不是，毫无造假，我是说真的。只有绿色衣服的人说的话才是真的哦。所以到底在哪里？面对石像，向西三步，再向南一步，那也就是解答。啊，这个，我同意黄色衣服说的话。他有谁是真的？好，他说他就是红色说红色啊，黄色说白色是对的啊，蓝色又说绿色是对的啊，所以只有这一位是真的。面对石像，向东四步，再向北两步。你有指南针吗？没有。东在哪？我在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也不认得哦。向东四步，东东，我记得在这里。哎呦哎呦，写对了，四九四，哎呀，哟，四，哇，拢死啊你！
好可怕，骗子，骗子，大骗子。好的，九四，还有一个数字，那个红色是九，然后刚才那个数字什么颜色？九四是红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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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确定？对啦。啊，这个蓝九，哦，红九，红九，那个四是什么颜色？忘记了，继续看一遍。哦，黄色的四，九，黄四，红九，黄四，哦，不就三蓝？好，掉了。一八，绿色一八，一八乘九再加四，一六六。生日快乐！因为我知道密码。你很累哦。不是很累。长在树上苹果。啊，是说你四点多的时候有来我家拿钥匙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被我妈赶出去了。我看我现在到了。猛存注意，嗯啊，好恶心哦！那个食物给我，要不然问苹果怎样呢？给他。哦哦哦，这个好吃，我中意你，让你通过这里，穿过我的口腔，继续前进吧。有没有蛀牙也不知道，一定没有蛀牙的，来相信我。啊，这里小心一点。啊！我没有吓到哦，相信我。那个笑屁呀、啊！因为我觉得我要被砍到了。那是 IB 也被砍到。问号举问号问号的问号问号，到底是啥笑？有些字太难了，看不懂。小心被蚂蚁打过。啊？魔？啊？魔啊！问号问号图案，抽烟的问号问号，心之音，哎呦哎呦，会动哎、欸！不然怎么叫心之音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心之伤，这个会哭吗？不会。红衣的女子，哦哦，真会跑！来来过来，好乖。我妈真话了，来，过来，你干嘛？我要拿钥匙啊！来来来，你来你来，好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你算了，哎，不是这里，会动的绘本，是用蜡笔画的绘本，读读看。这是一个剧场，明天生日大喜过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今天特别为了你做了，不会念，大喜过，拿这个看就好了，好辛苦。我觉得直接拿刀砍人比较快。它也是个迷途虫啊！看到了，到底放到哪里去了呢？爸爸会生气的。你到看到？结果生日变成了忌日。应该是。好可怕。哇，可怜。世界的美术馆，好，继续走。OK， 哦，你还在那，真棒。
远的恩惠。Gary， 我男人的手中拿着握着一把钥匙，拿。是的，好痛。轻拍他的肩膀，不要。好好好。花瓶里没有装水，玫瑰和你是问号问号的，好好体会生命的重量吧。这朵玫瑰问号问号之心，你也将问号问号而终。地上有血迹，蓝色的花瓣，蓝衣的女子，魔狼嘿，在这里面啦、啊，相信我。你看，你看，啊哈哈哈哈。血冲上面！哇！来来来来！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在外面等他来好了。我先要死。反正他也进不来。蓝色玫瑰，快跑！不要过来！好安全的。我都没叫你叫屁耶！又不是你在玩。啊，等待一下。哈哈 ，Gary， 我来救你了。嗯。哎呀，不会不舒服的。嗯。哇，神这次又想怎样啦？人家现在手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哟，人家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想到哪里了？好脏哦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难不成是美术馆里的人？对吧？太好了，除了人家以外，还有其他人在，好可爱哦！人家是吗？所以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人家的情况也跟你差不多呢。还有这朵玫瑰，当花瓣被扯下来时，自己的身体就很痛了。刚才人家还以为会死掉呢，谢谢你帮人家拿花回来。客气。你不是 IP， 可是你在玩。我不是 Gary， 我说你在玩。所以嘞。好啦好啦，没事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来找找离开这里的方法吧。一直待在这种毛毛的地方，人也会变得怪怪的呢。对了，人家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人家叫做 Gary， 你呢？我叫 IB。IB， 你叫做 IB 呀、啊？啊。你一个小孩子很危险的，人家就陪你一起走吧。那么出发喽 ，IB。Let's go。呸！呀，白痴哦。刚刚还只是有点被吓到而已啦，真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因为有这种怪怪的东西，所以要小心的前进哦。问号还大胆前进耶！问号问号的绘画，嗯，有看不懂的字啊？是说这个标题吗？叫做抽象的绘画哟。OK OK， 如果有看不懂的字，人家可以念给你哦。因为要玩再会的约定，所以要刷好感度。好哦。谁在跟你说话？这是什么啊？真是挡路呢 ！IB 可以稍微远离人家一点吗？可以哦。嘿咻！好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那我继续前进吧。好哦。到底谁在跟你说话？我只想。哎呀，悲伤心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来面对一个事实。来呗。就是呢。迷宫哦。恨死人了！哎小心哦！哎呦，开玩笑嘛！我也是开玩笑，哈哈哈！哦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哦，不要过来哦！为什么弹不过来呢？来，重进，重进，重进！你知道我刚开始玩的时候都硬来，硬来，我不会放人呢、啊。哦，知道人怎么？哇，现在那个东东，你要找什么东西？啊！我、哦、烦死了啦！看我跟着你叫，丢高。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啦？
就是要按按钮啊，可是他不让我按呢、啊。按然后在哪里呀、啊？拜拜！你说明那个红色，还是那个花瓶？哦，好好好。没有，在这里。赶快！我不想再接近这个房间了。看左，哎，多一个门哎。你确定？有。对啊，多一个门啊。哪里？啊，就这个啊。那个是本来就有的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白痴哦、喔！现在要找什么啊？那个红色东西。对。哦，好棒！你有眼睛，不要抬到。AIB， 你在做什么呀？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治好嘞？在大树的后方。哎，我们要不要自杀一下？反正有存档。哦，就别来。没关系啦。来啊！好啊。来自杀，自杀！嘿嘿嘿，花是花真好，那朵花给我的话，就让你通过这游。嘿嘿，红色，等 ，IB 给他没关系吧？总觉得不能信任这家伙的。那么我开动。啊！很爱自杀、啊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玩演这么北七。再一点。哎呦，好痛！好好好好好。